高716次是由牡丹江发往大连北的高速动车组列车，共有19站，途经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全程1228公里，运行6小时53分。牡丹江站运行于哈姆客运专线海林北站，亚布力西站一面坡北站上至南站阿城北站哈尔滨西站运行于京哈高铁双城北站你已进入吉林省扶余北站长春西站四平东站你已进入辽宁省
铁岭西站。沈阳站。沈阳南站。运行于沈大高铁。鞍山西站。海城西站。营口东站。瓦房店西站。大连北站。谢谢观赏，敬请关注。